长会还在问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林佳宇。那我换到24。24页啊。第一行啊，我开始画了。水果摊贩使用的一般的什么？不准抛啊，而是使用灯管。看什么颜色的灯管？没有粉红色。特别清脆鲜艳。第一杯水果本身对色的特性变了面。啊，就看那个你有亲戚或是你能用什么的灯管色的啊。铂金23行啊，人眼会指引啊，碰到哪里会知道吗？你吗？会发？还没，我还没画完，我就会有脑新层暗示印，就算细胞最终以可见光一直画，这称为显色片。因为一开始按的时候，看的就是铂金的光线。好，29。作业中间那个第二行啊，有看过3D 电影啊？现在讲三花墙，其实是大导演的观看椅，又称为什么？啊，花墙。29页吗？拿两个颜色。紫色跟蓝色。对，再看红绿金3D 立体系统。第一行啊，蓝绿金立体影像左右分。色的影像经过补色啊，蓝色是什么色？补啊，以致无法影像的颜色啊。等于说是，请说明蓝绿金3D 立体啊。那34页3张，是啊，特性啊，对啊，往下数5、6、7，第7行。受到科技进步影响，名称或感觉不断的出现。这，在你公司一直画画画到那个出色彩，对。本来就是提分你工作颜值。好，翻到6页啊，知道色彩的学，你观察可以。色彩的了解啊，儿童在80%于什么听觉啊，那只能分辨什么，有看到吗？对，无法分辨，这一个只能分辨黑，渐渐的辨识出不同到这里，然后再往2、3、4啊，婴儿通常最先是什么颜色？鲜色、红色。那种黄色啊，单只的色彩的区别，有看到吗？多少分？好，图片。伴随着你的改变，感受也逐渐，你个人最终变可升华方法。郑州州，好，原来利用出花钱，得花钱，还是要创造出什么野兽派？野兽派的画风是哪样？你要知道。看到那个37的那个象征图像，卢浮宫是谁设计？对，贝利。你要行的吗？因为卢浮宫地底下，它就接近河站，吸引还有奥运啊，它就立做了一个三角形，叫什么？地下室，厉害。最有名的一个造型可以反射色，降低下。好，
看一下哈。当然哈，当我们看到口罩时，自然浮现空中的影像哈。如果有什么的红蓝，雪碧一开始在什么柠檬，一直在色彩使用上，种性良知不知。种类繁多哈，而且绿色跟橙色为常用，为什么防止变冰凉的视觉效果？绿色跟是使用手居多，对，这就是为什么它的那个颜色。九页哈，对，我们看到中间有原来识别系统哈，这个系统简称什么 S 啊？然后往那本 logo 的遗憾化学啊，或者是使用哪三个颜色？对，给你什么意向啊？健康还有什么？你看啊，据传统，一超商之宝 ，eleven 的 N 点，其字母是具有什么的作用？看嘛，就颜色跟它那有长。所以你以后放下色桶的奖金就可以给你花到39元，我要先上，今天会上一些比较快一点，所以现在还没做的赶快的时候赶快关一下灯，关灯好，来上一下刚才画的重点，先看一下完成。色彩的，我来看色彩感。老师，你现在要干嘛？好啊。这叫色彩感。同一个到不同的位置，能发现波及啊，知道吗？讲啊，慢慢的，他就告诉你到不同的方。光线还有旁边这个位置，好，再来看，这是我们经常做色嘛，你看，他会带一个什么视觉？看到他是写什么书？来了，好，看到没？Green about it's not that. 大家听到？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好，讲到出现就是跟文字一样嘛，色彩也是一样的不同嘛，的色彩。这个是告诉我们配色，要讲到那个 Tiffany 啊，还是告诉你用它专属。当然我们做一个器也要根据它的发明去拿出来啊，才有那个网页的啊。如果你自己统一啊，用网页。好，这人类对应啊，其实来的本能，而伴随着个人心智，色彩的会逐渐的什么，个对你的历练跟长的环境不同，你的自己的色彩，不论是在艺术或设想的创意啊，这个跟你说。你设定自己的色彩风格比较独特哈，讲的商用色彩，你有什么最便宜最？像刚才讲的，它都是便利商店，可以比较少看到。好，色彩的这，好，这个看一下就，仔细看啊，这色彩的比色彩是形容或几种分辨啊？你看，你觉得这两个颜色是这两个颜色？然后看它好像一样的色彩的比较，
因为我们通常买水果，因为它是好水果，八点多的颜色。如果你是水果行业的人的话，色彩的感觉方式，一个是什么客观啊？什么叫什么色彩约定？什么叫主观？你反应啊？客观什么叫主观？你要你把脸解释不出来，你要你要来色彩判断的因素，观察学习教育及星座啊，对色彩的感觉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男生蓝色比较多啊。黑色的，那你想多？外在条件会影响，比如说光的种类、颜色，这个叫做客观一段影片，就是它到不同的地方，它改变它的颜色在。这个翻到课本的第五页哈，就是来，我来看一下三十九颗的吸收和反，等一下就是啊，比如三种可见光反射，你看到没有？色光的有哪些？不分布是什么？多，这就是四十几的整理。好，这稍微讲解一点之外，还是要以后要问你才知道。色彩，色彩三要素是什么？还有呢？色彩明度、彩度，色彩的三要素：明度、彩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水墨，帮我们来看一下。
是 YG 哈，啊，叫麝香哈，啊，这叫什么？叫边往这边叫做越往右边，越往左边才越低，所以就会变明度越往上越高，越暗哈，啊啊，这就是明度长度。啊，它并不是指明麝香其实是比例如红香，但是各是不同的红。主要也是为了让其颜色，什么三种类型：基本色、红色啊。什么叫其实一般色相上纯的，比如说红色，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词，我们叫性。什么叫固有色名？是啊，这句型命名方式，色系系统色。什么叫做固有色？什么叫系统色？你要来，就才有教我。好，那明度度什么明暗沉静，也所含的什么黑色的比例。然后明度有时候会讲，色彩会怎么样亮啊？明度低，色彩会暗，这样子。色加白色会变，它就是因为所以明度变成什么白的低的效果啊？啊，变成什么黑色？好。好，所以明度变得很高，这样有概念，有概念。好，什么彩度就是饱和的程度，这所含颜料的多，色彩的什么强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假设我今天调一条，哪一个彩度比较高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有多广啊？啊，这有个概念。再看一下就好，因为用那个绘图软体的。界面不知道了解啊，界面反正这样，你有没有？度哈，度哈，色相彩越里面的越外面的彩度越好，明度就是往这边的明度越高，这样懂的啊？不是叫色相啊，是概念就好。看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哎，至少。那个，等一下作业啊，接下来作业，那个再来完成。不要再剪那个。哦，在这里。这里去寻找你同色系的五张照片啊，对对。A4 纸上面交。一样的。好，再来就四乘六，一张就好了。输出男的输出就行。对，要几种？对，同样里面都是同一个颜色，对，然后同一个颜，照片里面脏啊。同色系。同啊？可以啊。那作业的上周会交，你现在交过来啊。那如果排画面还有你排数啊，都分数就会比主题。不要给我用网络，我会很笨。不可以用网络，欢迎有人给我讲网络。对，让你发掘你的生活。然后也不可以用头，老师我用跟他一起被吹气。你看我都跟你们学长讲，不可以。他不会就两个人一起吹。有他可以用的都用，他不可以出现这些。去你的色系要十种以上。拍一张图，是胶啊，让你看一下参数。你看这个，这个不难发觉啊，顺便。都是是暖色系，一定要黄色、红色的。就是没有，就是像，对，就黄色、黄色、绿色。还是肩上有没有？对，上面是有点红色。对，像就大大面积，大面积。绿色的刚刚，可以摆在你要。对啊，但它这个是，这个也接受，为什么？笔记本它上面可以摆在一起。啊，去发掘啊！
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没有问题哈，交代很清楚。所以上完我色彩学的同学对色彩都很敏锐，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。绝对不是那种很无聊的写报告，那种就不要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写报告只要复制贴上就好了，干嘛还写报告？我放心的写作。好了，这样没有问题哈。没有的话，可以给点时间做那个作业啊。帮我开灯一下，谢谢。好。好，放音乐给你们做作业啊。好。然后等一下作业都交给我们的那个小老师帮我拍，让他们拍一下。